好，椭圆，我们把甲球放好了，好，这个时候都是，哎，我们把那个开始是自动，我们转为手动，好，我们再进入产品选择，哎，我们现在甲球是椭圆，好，我们得选择椭圆，椭圆都是，但是我那个椭圆都是，很大，哎，看我那个椭圆这个数也是可以任意设的，那是的，我也是可以任意设的，椭圆那个数，是吧？啊，我是可以任意设的，就是他如果是我图案，我补进一圈，我这个角度我也是可以改的，我可以任意改的，是吧？刮到起来，我也是可以任意改的，改了过后他说，好，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前补偿是吧？补偿的话，他说我们的刮到必须要对准它的中心上面，对准它的中心上面，因为对准中心，那我的回油才回到这里。那我肯定是说我要超过它，所以说我要前补偿。补偿我们是它往本不会动，它是补偿我的刮到的，是吧？啊，我这个也是可以任意设的。这个说你所谓你自己认为把那个回油、把那个图案、把那个 logo 这回完了过后都 OK 啊，那自己认为好了，我们再按个确定。啊，确定下来就是我们再按在参数里面去啊，参数里面去。哎、啊，这个时候都是啊，我们都要。测试我的参数，看到没有？我测试我的参数都是，啊，我们现在位置不够，看到没有？我都点，点这个，点，啊点。好，我们认为就是我那个值，就是我那个刮刀跟我那个，OK 了，我们在中心上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先测试，你可以先按个测试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这里就可以先按个测试。啊，我们这个是椭圆了啊，因为我们那个值不一样，它这里可能有点重是吧？好，测试完了，就是我们可以推出去啊，我们这里有点重啊，我们推出去，这个时候我们把手动转换成自动啊，我们就可以九根材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都是椭圆了，好，椭圆搞完了，好，我们。